呢啲筷子，一就咧我打落呢個膝頭哥度，跟住佢消失。一、二、三。我知喺邊啊！喺邊啊？我知喺邊。你見到一次我就會知。真係魔術，唔係見到。我見到啦，我真係見到。望真啲啦，葉美。嗱，我打落去，佢就會消失。一、二、三。我知係。你俾我掂下你隻手，我就會好肯定嘅。好，我驚喺呢度。OK， 好，準備，一、二、三。冇啊！你諗真係你隻變出嚟嘅，嚟啦，驚。係，驚啊，真嘅魔術喊咗100次都得嘅。預備，一、二。一、二、三，冇咗啦。B， 我知啊，我知道你喺边，我知道你喺边啊。你呢个呃人嘅小朋友嘅魔术嚟嘅，好真实喎。要首先练习咧，点样将个筷子咁样夹住，揸住咁样吞佢，即系用个中指咧，将夹嘅，系啦，争啲，系啦，争啲，系啦。是啦是啦，啱啦，啱啦，個動作啱啦，但係係啊，黐實啲嘅手，但黐住個頭，可能你嘅人太細，唔好攞筷子咁長，可能你攞支鉛筆咧就最好啦，即係短少少。好